地藏碑院功德会各区会长、副会长、小组长，全球地藏道场诸位居士大德，大家午安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恩师非常华喜充满，本来这个时候是在国父纪念馆，但是因为恩师很忙，所以我们就借着我们地藏禅师来举行佛学讲座。恩师这段时间这几年来非常的忙，所以忙到你们看我的脸也知道哈，就是很忙。所以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恩师内心有很多话想要跟大家交代，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做。所以我记得在前阵子我看电视报道，我看到郑杰的个案，哇，我内心非常痛苦。我在那时候当下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演讲。你看从那时候又拖到现在，那你们就知道我又处理多少个案，那处理不完的个案。因为我看到郑杰的个案从我的脑子闪过我要演讲，因为我知道这 世间的事情太严重了，我是应该每年都到国父纪念馆去演讲，但是花费很大，而且我上次很担心 HPV 的病毒，我跟德国的大使，他 很想跟我谈，我希望用这个去拿诺贝尔，结果他拿到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希望世卫组织赶快发明去破坏这个病毒的药出来。所以恩师这么多年来可以说忙累了，很忏悔。看到郑杰的案子我吓一跳，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演讲，因为他们就是不懂，不懂发生事情。我很悲悯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一定会遭很痛苦的殃，所以我就马上派我们的师父去板桥，板桥跟那些亡者先献花，然后在我们禅寺为那四位亡者他们超度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的走吧。但是我那时候才发现他们没有放下，他们很嗔恨，他们很懊恼，他们每个都变成厉鬼要去抓人。那时候我内心很痛，我就观想怎么会变成厉鬼要去抓人。哇，当天郑杰这个小孩子去杀人，他穿的衣服上衣是红色的衣服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，好，我要来帮助我们的同胞，因为我太为这个世间的众生负责任了，因为我把每一件事情都挂碍在我的内心。就像看我看到郑杰的案子，我内心无比的担心痛苦，我就把它列为是我应该要做的。我把很多事情都列为我应该要做的，因为我负起帮助众生的责任，我想要分担南无大愿地藏菩萨，而且我们伟大的世尊他的重担。因为我在十二岁的时候看到世尊传，
哇，阿难尊者一直跟世尊在讲。阿难尊者说，世尊你快要入灭了。世尊说，末法时代，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我那时候年纪很小，12岁，我看到这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虽然觉得不是很理想的字眼，但是我眼泪就掉下来了，想说末法时代以后的众生一定会很辛苦，所以世尊才会讲这句话：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哎呀，所以我就跟世尊说，他一直跟阿难尊者说，你要承担如来家业。阿难尊者没有第二句话，他承担如来家业。当时的我才12岁，我也跪下来，我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跟世尊说，世尊，我也要承担如来家业。世上人功德无量。哇，所以一承担已经50年的岁月了。在座应该很多人还没有50岁，但是恩师已经承担50年，不算短的时间。我还可以撑这样，算还可以吧。世上人功德无量。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你们要修功德啊，要修，因为是修很多福德。你们拿一杯水给我喝，你功德也很大，懂不懂？懂。我是要给你机会。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看到正觉他杀害那些人变成厉鬼，我内心无限的创伤，那种痛不是你们想得到的。所以我那时候眼睛开刀，第一，我8月8号开刀，遇到大水灾，小林村灭顶。吼，我回来的时候我哭到，我在哭的时候眼泪掉下来都是血。所以我的侍者说，恩师你不能哭啊，你的眼泪都是红色的。我听到这样，我就尽量忍住，但是还是忍不住一直哭。我想这一死会死了600-700个人，所以我那时候很忏悔啊，我怎么那么巧在这个时候去开刀。但是没办法，那个时间我刚好躺在手术床。所以诸位同修，所以我开刀完之后一阵子啊，所以要帮助正觉啊，我觉得很忏悔，他不应该去杀人。但是诸位同修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很清楚，我处理个案有50几年的经验，我很清楚是他母亲胎教没有做好，父亲很忙碌啊，母亲应该也很忙，没有吃营养，所以我很悲悯，很同情他们。所以我因为同情，我要负起教化的责任。想不到我拖到今天才讲，哦，所以我看到那四个被他杀掉的人都变成厉鬼。我记得去到要诵经的地方，我们师父已经去布置了。他们跟我说，恩师，我们在布置的时候有那个灯啊，莲花灯一闪一闪一闪，一直一闪，叫他不要闪他偏偏要闪。我说不要担心，